19位成员在黄色的箭上围成一圈站定，先由一名成员站到圈中间 R 贴处，向上抛出手中的球，同时喊出另一位成员的名字。被喊到名字的成员要快速的进圈接住球。哎呀妈！球没有接住，掉在地上了。其他的8个人要往后面快速的跑开。哎，快走！捡到球的那一瞬间，我们会吹哨，所有人就要站定。停止。 如果砸中的话，那个人就淘汰了。可以躲吗？可以躲，但是你脚要固定住。哦，咱牙，咱牙，对。哎呀，丢沙包的意思。对对对，我们那儿叫爷牙子。哦，他掉地你就开始往后跑，然后砸谁呢？想砸谁砸谁，想砸谁就砸谁。我。站住！张子怡，哎呦，接上了。哎，没接喊，没接听，赶紧喊啊！赶紧喊啊！赶紧喊啊！干什么？白文静，谁？啊！没呢，没呢，没呢。白露。这你能砍着吗？哎，那有一个想躲的，那儿那个劲，那个劲，那边扔下去了，不带挡的，我可站起来了啊！好带 out， 好过分啊！欺负人家小姑娘，你跑得最远，你还说？哦，你都快跳下去了，你。 你来吧，范丞丞，你都快扔在手里了，喊宋文静，宋文静，快喊快，郑恺，白毅，周深，哎呀，周深，你自己进奥的。 你不用这么考虑，我不过分，我是考虑到你的身高，也不用这么考虑，我忘了我的身高了。周深，张志远，申哥，哎呀妈呀，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周深他还在那儿，你怎么就这么喜欢那儿啊？打他！别打脸啊！ 我这个越嘚瑟越没砸到，怎么办？这 out 了吗？沙溢淘汰，接着不算吗？你被打中了呀！接着应该加一条命啊！来吧，来！张志远，孟迪。 好，差点，没有，差点。我也来，来吧，哎，今日运动已达标。你来吧，周深，快喊，张志远，哇，范丞丞，给扔那么高，他肯定能接着。 扔那么高，他肯定能接着。冰，冰，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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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李晨，丢！好玩！
你得想谁是笨鸟，你打掉笨鸟。笨鸟不在那儿吗？你感觉谁是？笨鸟太远了，我认为的笨鸟。那个是真笨，你别被他们误导啊。笨鸟不在那儿吗？你感觉谁是？笨鸟太远了，我认为的笨鸟。那个是真笨，你别被他们误导啊。所以这一轮得分的是张真源、郑凯、蔡文静和周深，恭喜四位。稍微休息一下，大家喝点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，补充一下活力吧。哇，是新品哎！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，零糖、零代糖、零能量。茉莉花和绿茶的味道刚刚好，非常的健康，而且非常好喝哦。马上我们进行第二局，越高越不好接。越高越好接吧，越高越不好接。凯哥开始吧。蔡文静，哦，嘿，你干啥？我快都落下来。哎呀，我就打他。你打我？上一轮最明显的笨鸟。你拉倒吧。他打不着你。哟，还虚晃一枪，虚晃两枪。哎呀，太难了。张真源，白鹿，完了，完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呵，这咋互望呢？俩人。白鹿，你这要打不着，你可是真是笨鸟了。我可是大白鹿其中的小白鹿。你打了我的鹿角。范丞丞，哎，啊，哎呦喂，啊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太坏了！笨鸟，我就地解决你！我不是，你这。德梦子怡，他给我跳了个探戈，再打一次，耶！解决笨鸟，我不是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为什么要用米老鼠的声音说？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鸟叫米奇，我不是，你会后悔的。郑凯，曹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跟我最近，我不是，这还有一个，我们俩差不多，打我没必要吧？为啥没必要？就打你。我跟你说我会下腰啊，来吧。你会下腰啊？那啥，站远吧。他真会下腰。你不要的。哇！差一点，擦着头发过去了。我很自信。陈哥，郑凯，白鹿，
有点跑不动了。咋的咋的？还行的还行的。那我没变吧？咱的目的是得把坏鸟打掉。我不是坏鸟，不是笨鸟吗？我不是笨鸟。我跟你说，郑凯每次跑的都特别远。我跑得远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就休息会儿。咱目的是把坏鸟给打掉。是谁呀、啊？郑凯，你都傻了。我没有想到。你傻了。我没有想到这样的。恭喜，这四位在下一题的答题环节当中，将会有最终做出选择的权利。